中国古老智慧传承了数千年，渗入于民族文化中，而阴阳五行学说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生活上的许多细节，以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。从阴阳两极到天地人三才，春夏秋冬四象，再到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人们通过观察天地万物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规律，将经验累积成智慧，形成古中国宇宙观。 Visible 应用阴阳五行的思想概念融入于珠宝设计中，以黑白二色象征阴阳，红黄蓝绿金各自代表所属五行元素，推出全新金和三亿钻戒。所谓三亿，代表了人生中完美、圆满与诺言。三是互相依存、制约的鼎力点，也因如此，三具备强盛极端的力量。金和三亿钻戒界面上拥有一至九的阿拉伯数字号码，中央的九六数字符号特别镶有高级美钻。其银亮的白金表层尽显时尚美态，金和三亿钻戒备有七色，各有象征意义。黑与白，让你持有中庸平衡心态，面对生活上的一切状况。金色拥有金光闪耀的魅力，展现最瞩目的领导风范，提升你的领导能力，让你信心十足，创造黄金未来。蓝色拥有蓝海般柔中带刚的力量，促进表达能力，掌握你的沟通技巧，让你更具说服力与个人魅力。红色象征红透半边天，展现你热情如火的个性魅力，提升你的交际手腕，扩大人际网络，从而获得更多支持者与贵人。绿色拥有绿幕般的坚韧生命力，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提升学习能力，快速吸收及善于利用知识，让你得以发挥所长，一展抱负与才华。黄色拥有黄土大地的无穷包容力，提升你的宽容心，发挥博爱精神，让你懂得宽以待人，达到更高层次的心境，从而获得更具意义的人生。